龙水铲。因为咩啊？今日咧因为冬至嘛，所以就准备过节，所以我就嚟到呢一个水龙市。诶，咩？水龙铲？水龙？龙水？所以我就嚟到呢个龙水产物市场，谂住卖下送上俾大家睇下。今天是星期天，睇下韩国街市嘅人流啦。帝王蟹、蒸糖蟹、龙虾，好难啊！大哥，好大啊！呢只，好大哦！加油！阿边个？今天的螃蟹，这个呢 ，kilo 五万呢。好大只，这个呢，巨大哦！哦哟，不错，不错，其实有点恐怖。咁大只有点恐怖。蒸头走，头走唔到啊！哦，原來佢呢一個係個蒸桶嚟，佢就喺度蒸緊。叫做係翻福利生嘅，食得好。你飲過唔過啊？但係咧，我覺得好乾淨啊，即係唔濕嘅呢一間。仲有一間都係賣海鮮嘅，但係多數都係蟹，魚就濕啲。啱啊！咁大條嘅原來，等先，我都買餸翻去煮飯。好大條啊！其實全部都好 welcome 咁嘅狀態。料都要攰，嘢攰都要攰啊！會唔會有我嗰只喺度咧？少少。哇！搞掂。好啦，買咗一隻蟹，然之後54,000，跟住1kg多啲嘅，跟住咧佢幫你蒸埋啦，但係佢等咗25分鐘，而家咧就熱啦啦，翻屋企開餐，已經買咗翻嚟啦，準備開箱。好似自從我自己住以嚟，我係第一次喺屋企食蟹嚟開箱，但係其實頭先咧拎到翻屋企已經凍曬。頂佢原來一個口嘅咯，蠢咗。準備好未？1、2、3，啦啦啦！佢個膠袋，哇香啊！佢原來咁大隻噶喎，頭先喺街市見到佢本人冇咁大隻噶。好，點樣搣佢好咧？哇！佢漏緊啲汁。哇！我第一次面對咁大隻，我而家有少少彷徨，唔知點樣做添。想影相啊，但係。好，首先我覺得我要將佢分開咗先至食得方便。哇！我其實人生冇拆過蟹咯。等陣先，我應該點樣呢？好，我開啦。係咪咁開？好似係。哇！人生第一次開蟹蓋。哇！原來佢啲汁喺呢度滴出嚟，跟住旁邊呢一啲係唔食噶嘛，好似點樣漸走佢好咧？我又唔識啊！啊！啲膏啊，硬啲，好彩我買咗呢把教剪翻嚟，即係咁啊，真係點剪啊！个人这个吃好好的，Cheers！冬至快乐！好，我哋正式开始。系啦，咁呢度准备咗一只大蟹啦，同埋旁边咧有3个酱，因为我惊我食食下会食腻。呢个系 wasabi 豉油。呢個食蟹唔少得嘅醋咯，但係我冇嗰只切醋，所以我係求其用咗只法國買嘅醋。然之後辣椒醬，係然之後準備咗個面豉湯，係齊目嘅水啦！哇！邊個開始先好咧？食個簡單啲嘅，哇！睇下啲膏好誇張。嗯，哇，
有咩唔甜嘅啫？但系，哇！呢个好味到喊。我虽然冻咗，但系完全唔影响佢嘅味道，好好味。今次应该系我喺韩国第二次食呢啲大蟹，其实佢哋有个名叫做蟹鸡啦，翻译成中文就系大蟹啦。因为其实我本身唔系话特别中意食熟嘅蟹，我中意食酱油蟹多啲噶嘛。我第一次食大蟹咧，就系、是、之前我都有拍过片，就喺永登铺食过一间专食蟹嘅专门店去食咯。嗰阵嘅味道应该系冇而家咁震撼嘅，因为我而家真系觉得超夸张，佢个甜味咧系。是你一吃它就爆出来，一啲都不腥，即是它现在其实已经是完全冻了的状态，又未去到放在雪柜那冻的，但是哇，嗯，这个讲不到东西，现在沉醉于它的美味。好，然后这只脚我上网，我特登上网看了介绍，它就说是要这样，不知道怎样，然后就可以这样已经扭一扭就可以成嚿抽出嚟，但我觉得唔似喎，喺入面铰剪呢、這个时候就出动铰剪嘅时候，哇好多肉啊！等我成条吉起佢先，哇！它像不像蟹柳？好爽啊！你明唔明啊？咁大嚿塞落口度，充满你个口腔。哇！呢个满足感系同你食一般细蟹系完全冇得比。酱油蟹呢个时候同佢完全系两样嘢嚟嘅，因为你熟蟹同生蟹个肉质系完全唔同噶嘛。呢一个系好实在、好丰满嘅肉质嚟嘅，酱油蟹就系嗰个入口即溶嗰个感觉，又系话呢个位噶嘛，关节位咁样摇一摇佢，跟住咧就可以成条抽出嚟啦，又系得啦，得啦，诶，都算得咗，成功，哈哈哈。遲啲，我覺得我食完呢只蟹之後會變成食蟹達人。哦，我今條片唔係做 ASMR， 我純粹係參考佢哋個鏡頭擺法嘅啫。哇，佢啲糕咧係比想象中好食咯，就咁蒸我而家完全冇點任何，我覺得我亦都唔使點任何嘢添。同埋咧，我覺得咁樣食大蟹嘅好處啊，一啖啖都係肉。即係如果你唔食啲大蟹，你食普通嘅細蟹咧，我係因為懶要剝殼咯，所以我就麻麻地中意食嘅。但係呢一個我覺得佢肉嘅份量多到我唔介意慢慢搣佢出嚟，成唔成功咧？呢個粉醬啊，唔得啊！點解唔得嘅咧？其實我覺得個價錢都 OK 喎，因為佢係一 kilo， 大胃已經係貴咗啦，即之前可以再平啲嘅，好食就算啦。同埋你係咪成日食？我間唔時食啫嘛，50,000+即300+港幣，你喺香港約朋友食餐飯都冇咗啦。太甜，希望我成功。啊，係都算唔差，一啖食咗佢。而家我简直觉得咧，我系坐喺个海边食紧啱啱捉上嚟嗰啲新鲜感。虽然佢死咗只有6个几钟，其实韩国沿海地区都系盛产大蟹嘅，但系唔知点解今期咧，我最近去咗超市，去咗街市问啦，跟住我近排全部都系得俄罗斯产咯，近排系冇国产，唔知点解。虽然我今日做冬，但系我而家嘅时间系凌晨嘅1:30。
係啦，但係因為聽日做冬嘅時候咧，我應該如果有時間嘅話咧，就同朋友出去食飯；如果冇時間嘅話，可能就係為咗剪呢條片，所以出唔到去咯。咁 anyway， 咁因為冇辦法同時同大家一齊食嘛，所以就而家拍定。咁所以呢條片咧就諗住早少出，可能七點或者八點出嘅。如果我剪片剪得快嘅話，因為近排十二月每日出片，我真係每日都超級忙，即係我邊有可能咁樣坐低好好咁食餐飯？如果而家唔係為咗拍做冬同大家一齊食飯嘅話，我真的沒有這樣的閒情去吃蟹咯。我剛剛看了你的片啊，你回顧那些，我剛剛看到。我想著給你看些東西而已。哇，一個人吃一隻啊，好正啊。這麼正的？因為明天做冬嘛，現在所以拍緊片跟大家一起做冬。哦。哇，真的好吃到哭。哇，真的喔。你今天吃飯了？因為我聽日條片要出啊！你今日瞓到幾點啊？我今日冇瞓覺啊！你啱啱睇緊呢條片，我花咗啲時間剪嘅，因為哇，你又唔夠瞓，你小心啊，免疫力低啊！我知道我食完呢個我就即刻瞓噶啦。係啊，真係好好食啊！黐線，你唔使用鉗㗎？佢呢啲話可以就咁，可以就咁滅喎，但我唔知道，我頭先失敗咗，我試下先而家。啊頂！你睇，好嬲啊！我哋好簡單嘅啫，做冬。所謂做冬，其實都係食餐飯嘅啫。日日都兩個人食噶啦，依家湯圓加紅豆沙糖水。咁正，我都想食港式糖水啊！佢只腳就係咁樣，同埋咁樣咯。千祈唔好病啊！咳咗啊！食翻多啲補身嘢唔會病，我食呢啲補身。咁啊，抵抗力強啲咯。不過最緊要夠瞓，真係啊！唔係啊，一時哇哇哇哇哇，得咗！下次你嚟嘅時候買一隻翻嚟食啦，不如飽飽地喎都。好緊張，我先。你拍中間啊嘛。係咯，而家拍中間咯，然之後啊！我拍得太側邊了，你看片你覺得我有沒有瘦到？髮型呢，其實都影得你瘦的。是嗎？你都可以側邊的。不是，你要不要說拜拜？好啊，拜拜。拜拜。吃了半隻而已，半隻已經飽到不堪。可能因為胃口不是那麼好，最近掛住做嘢，跟住所以我食唔到多嘢咯。最近唔知會唔會瘦咧？經過十二月之後，有少少期待一月嘅自己。一月我磅下重先。而家係2:43啦。咁啱啱出完呢個 day 19嘅一個小總結啊嘛。啊，其實呢條片我真係花咗好多時間去剪。我覺得呢條都係一條幾有意義嘅片嚟嘅。我凌晨12點睇到朝早8點咯。如果時間多啲嘅，可能就可以揾到更加多畫面俾大家睇，令大家又勾起多啲回憶。但我冇時間再俾我揾片，所以其實唔好話大家，我自己邊剪嘅時候我都喺度邊流淚咯。2015年開始，每一年拍過啲咩片，跟住自己嗰陣拍片嘅心態，其實我都覺得我自己係變咗好多嘅。以前就比較唔怕醜嘅厚面皮，但而家塊面皮超薄啊，好怕醜啊！睇緊大家嘅留言，哇！大家都留咗好長嘅言俾我啊！感動啊！其實頭先即係香港10點出完片嘅時候，我睇大家嘅留言啦，跟住我又默默咁喺度流淚。5年始終係一個我覺得好神奇嘅時間，好多觀眾都係可能係由中學睇到我變大學，或者甚至小學變中學，大一變到去 master， 我都見到有人咁樣講嘅。即係我原來其實喺一路喺度默默影響緊好多人，但係我唔知啦自己。2016年開始睇 Mirror。2017年開始慢慢 follow， 我見到好多留言都話回顧嗰啲短片段，大家都喊咗。我覺得我最近都超級容易喊咯，好簡單嘅應援嘅説話，跟住我都會即刻眼濕濕，黐咗線咁喺嗰啲情緒係超易爆發。但我覺得咧，咁樣爆發出嚟其實係好事啦，即係好過你噏住喺個心裡面，咁你就會屈成病。咁我都覺得喊係其中一個消除壓力嘅方法嚟嘅，咁所以最近喊完之後，其實
即係又唔係話大喊，跟住眼濕濕，跟住有少少流兩滴馬尿，跟住少少鼻水嘅嗰只，都舒服咗有個人，所以忽然間想喊我就喊。唔知大家今晚冬至食啲咩餸啊？忽然間好好奇呢樣嘢。唉，啱啱又同屋企人傾完偈，跟住又睇到大家嘅留言，其實而家內心的感情是很複雜。大家可能都有人好奇韓國的冬至會不會有什麼習俗，會不會跟香港差不多。香港其實都是就這樣吃餐飯，剛才我媽咪都說我們都是就這樣普通吃餐飯，其實好像每天都在過冬至一樣。我上年就跟Shoo Shoo和Cat去做了湯圓啦。至於韓國其實就會在冬至呢，大家可能都有聽過一個冬至匹族，就是冬至紅豆粥，或者是吃紅豆年糕，或者是呢，即可能大家都有聽過，有些人搬屋的時候呢就會滲啲紅豆，即當是有個辟邪的效果嘛。那有些人都會這樣做的，即至於你說會不會一家人圍在這裡吃飯呢，就比較少的，即通常可能就買個紅豆粥這樣吃咯。但是紅豆粥呢，其實韓國呢是有分兩派的，一派就是會落糖，一派就是會落鹽啦，個質地食落去似紅豆沙嘅。香港通常係用糖水嘅方式去食噶嘛，所以一開始我喺韓國第一次食紅豆粥嘅時候，第一啖係冇味，甚至乎佢係偏鹹嘅時候，我真係完全哇，好大嘅反差，我到而家都仲係覺得好 shock。 其實我係好中意食紅豆，其他紅豆製品我都好中意，但係偏偏韓國嘅呢個冬至紅豆粥咧，同我嘅取向有少少唔係同一邊嘅，所以我就暫時都未能接受到呢樣食品。但係你話，咦，韓國人唔喺冬至度聚會，咁幾時會聚咧？咁因為韓國係有兩大節日噶嘛，新年同埋中秋，中秋係最大添，咁所以佢哋就中意喺呢兩個節日度，一家人聚埋一齊食飯傾偈。你會聽到好多人喺中秋或者新年嘅時候，佢哋都會回鄉，即係佢哋要同屋企人一齊過呢個節日。係啊，雖然搞到個 mon 啦，但係如果而家大家食緊飯嘅時候，我都希望大家好似同我有一個同台食飯嘅感覺。係啦，即係呢個幾隻蟹腳係留咗俾你哋㗎，知唔知啊？係啦，真係食唔曬，諗住陣間應該要拆肉，聽日可能炒飯。係啦，咁今日呢條片就比較輕鬆啦，希望可以陪伴到大家食飯啦。然之後而家已經係三點啦 ，Oh my gosh！ 啊，我而家要可能落咗個妝先，跟住剪埋條片，聽日俾剪接師搞埋。然之後聽日我要準備大家嘅禮物，因為頭先已經聯絡咗十位幸運兒啦，就等佢哋嘅收件資料。咁聽日我就會包禮物啦，跟住寫啲心意卡。然後就會寄給大家的了。好了，今天這個大蟹開箱就到這裡了，非常好吃，在聽日的影片再見啦，多謝你，拜拜。